你要睡觉，不要讲话了呀！要睡觉，不要讲话。大声点，我听不见。我要睡觉啦。先生，你要去错地方了。不要讲话哦。躺下。这只鸟也太好笑，不要讲话，他把你的台词都学起来了。啊，连我的笑都这样学起来，睡觉了，不要讲话啊。爸爸的手手怎么办呢？我拱拱，你不想面对吗？来，我拱拱拱。然后你看，大哥，咬到爸爸的手手怎么办呢？我拱拱，不可以咬人，知不知道？知不知道？来，爸爸摸，不可以咬哦，咬下机会拱。你看哦，你看，你不想面对吗？来，我。我跟你说，我跟你说，不可以咬人，知不知道？不可以咬人，不可以咬人，知不知道？你看，它咬下去，拱拱拱，然后你看，不可以咬人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咬人那个拱拱拱，晓得吗？晓得吗？好，乖乖，好，爸爸摸哦，摸摸嘿，很乖。乖宝宝，你看，啊，咬到，你咬到，咬，
咬到呢，要不要搞？要不要先搞搞搞？科学面你要吃吗？我们看啊，那、啊、自己慢慢品尝品尝。啊，都你的啊，你看科学面啊，新的哦，你看，哇哈哈哈哈！哎，谢谢你哎。是不是科学面？不要吃。这个吗？这个吗？还是这个呢？你吃这个，这个就好了。这个，这个就好了。这个科学面你要吃吗？好，那你可以吃。啊，自己慢慢品尝品尝。啊，都你的啊，你看科学面啊，新的哦，你看，哇哈哈哈哈！哎，面现实哎，管你管，面现实，你看到这都是辣椒，你就过来。好了，下去，保了你。啊，这爸爸没吃的科学面不可以。好了，吼！你是为着科学面搞六亲不认，吃辣椒，吃辣椒。吃辣椒就好，好，没有，吃辣椒就好。完了。不行，你不会就把我打了呢。拿来，好了，下去。干小朋友不可以吃东西，吃辣椒，吃辣椒，吃辣椒就好。好，没有，吃辣椒就好。爸爸给你吃辣椒，这个小朋友不可以吃，这个知不知道？奇怪，不行。